这个正常的，这个才是这个。嗯。叶子掉了，然后就这一节，这一节都没有糖分，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才有叶子。它的下面都还没有，这样子看掉。稍微冷却，把它倒在盘子里面，等到冷却完之后，那我们就再倒出来，把它切块。所以手工的话，用机器，所以它会有大块小块。这颜色就是比较天然的、啊、哈，但是每一锅不会一模一样，像妈妈煮菜颜色差一点点的，哦，但是就是说我们都是天然。